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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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那么昨天介绍了定和慧的关系，禅宗讲定慧跟教下讲定慧是有所不同。禅宗侧重讲的是定慧力，那禅经里边讲到了一行三昧，这是禅经的，也是禅经的重要的修行内容，修行的禅修的内容，它是代表着禅宗在修行上的高度，它就是直接以真如，以菩提作自性作为所言的禅修。那么今天呢，接下来要讲第三个问题，就是禅的三大要领。禅门的三大要领，当然这个主要是指在修行上，思、事、众、行、善知识，本来正教，无有顿现。人性自有立顿，迷人见修，不能顿弃。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。所以立顿见之假名。这个六祖又开始说了，本来正教，无有顿见，本来这个正教就是顿教法门，所要开显的这个法，这个正法，就是这个觉性，它是没有顿和见的，在法的本身是没有顿和见的差别。人性自有立顿，迷人见修，不能顿起。因为人性，人的根基有立顿，那么这个顿根的人，他就要通过渐修的方式，渐修就是逐渐有次第的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不能顿起。就是善根立志的人，他可以顿起，就是用最快的时间直接的记录决定。顿起，顿就是直接，渐修就是渐次，按次第一步一步来走。因为禅经呢，它所弘扬的是顿教法，顿教法。那么这种顿教呢，它是有别于渐教，这个渐教的这个系统，渐教。所谓渐教跟顿教，我们在前面也有说过，渐教就是从迷惑的系统入手，顿教呢，直接顿教的修行就是直接细入觉性，直接细入觉
见教跟顿教的不同。但是这种顿见的差别啊，它主要是扫断，是扫断上的差别，不是这个觉性，不是觉性本身的差别。我们讲这个人有顿根有立根，这个是根基上的差别，也不是觉性上的差别。在觉性上是没有顿根和立根的差别，但人的这个迷惑的这个力量有强有弱，对觉性的迷失有深有浅，所以呢这个人的根基啊，所以就会有立有顿。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既无差别。认识自己的本心，心的本来面目，见到本性，见到这个我们自心中的菩提自性、觉性，这个觉性是没有差别的。我们的心的本来面目也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差别呢，只是扫断上的差别，方法上的差别，而在觉性上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立顿见是假名，所以说顿和见呢，它也只是一种因缘的假象。在究竟的意义上来说，是没有这些顿和见的差别，没有顿和见的差别。那么这个还是六祖，还是重生，就是这个对顿见的差别，它不是一个究竟意义上的差别，只是一个方法和扫断上的差别。那么下面就是正式的说明这个禅宗修行的三个要领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从善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始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依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因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与世间善恶好草，乃至烟之以清，言以处次虚真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失朝害；念念之中，不失前进。说前念、心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继不断，名为具足。以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夫也。所以无住为本。那么这一段提出了禅门修行的三大要理，并且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。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说我这个法门啊，就是禅宗这个顿教的法门，或者说般若法门，它是立无相无念为宗，无念为宗。什么叫无念为宗呢？无念为宗就是以证得这个无念的心体为宗。
我们前面讲过，这个无念的心体是什么呢？这个无念的心体就是般若三昧，就是般若，就是摩诃般若。我们知道般若经，般若经叫般若波罗蜜经，般若经它的修行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开显般若智慧，通过开显般若智慧达到波罗蜜的效果，就是达到这个度彼岸，这个到彼岸呢，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么禅宗呢，顿教法门呢，它也是以这个开显般若智慧为宗旨，通过开显智慧、开显般若来达到到彼岸的效果。在这一点上来说，禅宗跟中观是一样的，跟这个中观法门是一样的。所不同的在哪里呢？禅宗是直接帮助我们去认识般若，而中观呢是通过建立缘起性空的中道见，通过对这个中道见的观修，最终来开法般若。这是禅宗啊跟中观不同的地方。坚立无念为宗，就是以证得这个无念的心体为宗，就是为宗旨，就是为宗旨。无相为体，无相为体呢，讲的就是这个无念的心体呀。这个无念的心体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是有没有形状啊？有没有颜色啊？没有的。这个无念的心体，它是无相的，所以无相为体。无相为体，这个无相指的就是无念的心体，它是无相的。所以禅宗的修行呢，它需要我们去体认这个无相的心理，无念的心理，同时它具有无相的特征。所谓无相呢，就是超越世间的一切差别相，超越任一切的二元对立的相，一切差别相。所以我们讲到空性，讲到佛性，佛性是什么样子啊？它是空的。这个空就是这个，它不是以任何相，不是以任何相出现的。当然我们执着为空也是不对的，它是这个超越有和空。无住为本，无住为本，就是这个无住啊，主要是显示的这个无念心体的作用，无念的心体具有无住的作用。无住就是不染着，我们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无住身心，这无住身心呢，菩萨不住色身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。如何才能做到不住法色身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呢？那是你真正的要体认到空性，真正的体认到无念的心体。当你安住在无念的心体上，你自然就具备的无住的这个
辅助的作用。那我们前面讲到摩诃般若，这个摩诃般若呢，它能生一切法，能含藏一切法，但是呢，同时又具有染照无助的功能，染照无助的功能。所以无助呢，是无念心起的作用。无相者，什么叫无相呢？无相者，离相而离相。我们讲无相，无相是相对有相。就像我们讲，通常呢，讲有和空的关系，我们总很容易把有和空对立起来，以为空是在有之外的，或者说我们要把这个有啊毁坏了之后，然后才是空。那么这种空啊，不是佛教所说的空。这种无相呢，也不是佛教讲的无相。佛教讲的这种无相啊，是一相而离相。你要在这个相的上面去起的无相，无相的心起，空性没有离开一切相。我们通过这个相，不执着于这些相。当我们不执着于这些相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能够从这个相的执着里边超脱出来。当我们的心从这个相的执着里边超脱出来呀，我们就能够体认到这个相的背后的无相，无相的空性，无相的这个觉性。所以无相呢，是一相而离相，在相上面要超越对相的执着。当我们超越了对相的执着，就能体认到离相的心。无念者，下面解释什么叫无念。无念者，一念而无念。无念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想才是无念。那什么都不要想呢，其实这个还是在意识的层面，并不是禅经所说的无念。禅经所说的无念是一念而无念，而是在念头的背后去体认这个无念的心体。念跟无念是可以同时存在的，念跟无念不是对立的。在我们念头的背后还有无念的心体。那么我们要体认无念的心体呢，需要从念头的当下去体认。所以一念而无念，因为无念的心体是没有离开念头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体认到无念的心体之后，其实无念也不妨起心动念。当你体认到无念的心体之后，你的起心动念啊，那么都能够保持一种心无所住。那么下面讲无住者，什么叫无住？下面解释无住。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草，乃至焉之以亲，言以处之，其真之时，定将为空，不是草汉。这个无住的修行啊，先要以空的见地为基础，先要有空的见地为基础。这个空的见地啊很重要，空的见地很重要。如果没有空的见地，我们就很难获得这种无助的能力，无助的能力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获得这种无助的能力，首先呢，我们要认识到人之本性与世间善恶好草烟青，以及语言
这个冲突、斗争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啊，从本质上来说，都是无自信的。都是无自信是什么意思呢？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。当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一切都是无自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这一切的本质都是空性，就是世间的善恶好草烟熏语言触刺虚根，一切的一切，乃至无明烦恼贪嗔痴，一切的一切，它的本质啊都是空性。那么它的存在呢，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。所有的一切现象，它的存在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，它的本质都是无自性的，它的本质都是空性。当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啊，当然这个认识呢，如果停留在一个思维上的认识啊，它的力量还不是很大的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观修，我们能够真正的体认到空性的智慧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做到怎么样子呢？念念之中不思前进，在每一个念头里边不会去思维前面的境。所谓思维前面的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人的念头啊，它是会具有攀缘的作用，就是这个就是后边的念头会跟着前面的念头，然后在后边的念头，前面的念头会代替后边的念头，后边的念头啊又会跟着前面的念头，这个念头跟念头之间啊，它是具有互相攀缘的作用。然后这个攀缘里边啊，事实上是隐含着我们对所缘的境界带有一份执着，因为这份执着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前面就会引发后面，后面呢又会引发后面。那么这种引发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境界的执着，就像我们想某一个人不好，我们想着某一个人对我们好，或者我们想着某一个人对我们不好，但我们在想的过程中啊，这个念头啊就会念念相继，这个念头一个一个的不绝如缕的。为什么这个念头会不绝如缕的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心有所住啊，我们的心已经沾到这个境界上呢，因为心沾到境界上呢，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引发念头，不断的制造念头。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继不断，名为具足。如果前念前面的一个念头，今念当下的一个念头，后念后面的一个念头，念念相继不断，这个念念啊相继不断，因为我们心有所住，那么这个念念相继不断，那么就是名为具足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就会被这个所缘的境给绑住了，我们的心呢就会被这些念头给绑住了，这就是具足。具足即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复也。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一切法，所谓一切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世间上的善恶啊、好草啊、烟熏啊、各种冲突啊，那么这些现所有的这些现象，它的本质呢都是空的，都是无自性的，它的本质当下都是空性。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体认，尤其
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认识，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的这种觉知力和观照力，我们的心安住在观照力中，而不是安住在执着里边。那么这样我们就虚与无补也，我们的心就不会被境界给绑住了，就不会被境界绑住了。此事以无助为本，这就是无助，这是无助。所以无助呢，就是我们的心要认识到境界是空的，认识到空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心啊就不会这个，就能够引发这种空性的智慧。当我们具备空性的智慧了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心无所住。如果你不具备空性的智慧啊，你说要心无所住啊，那往往就是一句空话，事实上是不容易做到的。那么下面呢，上面是对无念为中、无相无住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。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，能离一相则法体清净，此是以无相为体。接下来进一步的解释，无相、无念、无住。首先解释无相，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。什么叫无相？就是离一切相，你的一切相里边，同时呢又能够离一切相。怎么能够做到离一切相呢？那就是你认识到一切相是空的，这个无自性的，然后你不执着，不执着一相，你不执着一相啊，你就能够离一切相。如果你执着一相，你的心就会陷入到这个相里去的，那就是有相，就会着相的。所以无相叫外离，超越一切相，那么就是无相。能离一相则法体清净，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这个离一切相，就是不执着一切相，心不陷入到对相的执着，那我们就能够证得清净的法体，我们的心就不会被相所染污。当我们的心不会被相所染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证得这个清净的觉悟的自体，觉悟的自体。如果我们执着一相，我们陷入到对相执着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这个清净的法体啊，心体啊，就会被遮住了，我们就体认不到这种无相的心。所以说，只是以无相为苦。那么下边，善知识，离诸境上心不染，也无念；离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以境上生心。若知百物不思，念境除切，一念觉即死，别处少生，是为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犹可，更恨他人。自迷不见，又犯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这三知识，下面要解释一下无念，消除人们对无念的误解。一诸境上心不染，是为无念。什么叫无念？无念，无念不是什么都不要念，不是什么都不要想。无念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心不懒惰。为什么能够叫到心不懒惰呢？心不懒惰，这是无念的心体，它所具备的作用。你证得这个无念的心体，你自然就具备的
心不懒惰的作用。所以说心不懒就是无念，一字念上常离诸境，在自己当下的这个正念里边，能够远离诸境，远离对境界的懒惰，不于境上身心，不在这个境界上啊，身体懒惰的对应的一种懒惰的心。我们凡夫的特点就是说，我们面对每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对应的身体相应的懒惰的心。但是一个人呢，当他证得无念的心体的时候，他安住在这个无念的心体上，他不会升起一种对应的懒惰的心，他的心像镜子一样，对一切境界保持一种懒躁无助。懒躁无助。若知百物不思，念性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出烧身。如果说无念是百物不思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把这个念头给除去的，他在禅宗里面讲，这就死掉了，这就死掉了，就不能够这个，不能够真正的开化你的觉性，因为你已经陷入到一时的一种无念的这样的一个执着里边去的，这是不利于你的觉性的开化，所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学道者师之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犹可，更寸他人。如果你自己错了，那还好，如果你用这样的认识去引导别人，那就是自误误人了，自迷不见又犯佛心了，自己看不清楚，同时呢你也是诽谤佛经。那么所以说立无念为宗。那么下面善知识，因何立无念为宗？接下来还是进一步的解释无念。这个无念在这个禅经里边啊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因为禅经，我们知道禅经的修行，它的这个核心的宗旨就是要开智慧，就是要帮助我们去体认菩提自性。这个菩提自性呢，事实上也就是无念的心体。因何立无念为宗？只言考说见。见性迷人于性上起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幻想从此而生，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万死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，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什么叫无念为宗呢？这个六祖啊，还是要继续的敲出我们对无念的误解。只言考说见性，我们这个没有见性，这个迷人，考说嘴巴上说见性，嘴巴上说见性，不是真正的见性，不是真正的见性。迷人于性上有念，念上见邪念。迷人就是迷的人，在这个境界上有念。这个念是什么念呢？就是一种懒惰的念啊。就是我们面对每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对应的念头。那么这个对应的念头呢，多半呢跟这个所言的境界啊，它是具有捆绑的关系，它是一种串习的作用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哪一个人喜欢，看到另外一个人讨厌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基本上多半都会活在这样的一个串习里边。
那么这种念多半也就是串集，串集，这个串集当然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就是包括一种情绪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包括一种想法情绪。那么在这个想法情绪上，念上见起邪见，在这个念上啊产生这个邪知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。那么很多这些尘劳妄想，那么就从这个念头里边就产生了。自信本无一法可得，自信呢，我们所要证得的这个菩提自信啊，无念的心体啊，其实它是无一法可得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，是无所得啊。你看，如来证得的最高无上菩提啊，都是十五种，十五所得。所以自信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万死说过苦，即是尘劳邪见。如果你得到什么东西的，你说你证的这个无念心体，是你得到了什么？什么光啊，什么花，什么见到什么啊？那都是一种邪知邪见，都不是正见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它是立无念为宗，是要我们去体认这个无念无相的心体。所以无念为宗，善知识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无者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，念者念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，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，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，眼耳身色身当即观。这一段进一步的解释这个无念的含义。无念，无者，你说无念，什么叫无念？无者，无何事？到底无什么？无念，这个无到底无什么？念，念者，念何物？这个念到底念什么呢？到底念什么？下面解释：无者，无二相。无就是无二相，二就是指一切差别之相，一切差别之相。一切差别的相在这里都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摩诃般若的时候，这个般若的心体啊，就像虚空一样，没有任何的相。那同时呢，也是没有，不仅仅是没有外在的事相，同时呢也是没有尘劳之心，没有尘劳，跟尘劳相应的心念。尘劳，外在的尘劳世界是没有的，内在的尘劳之心也是没有的，是没有的。念者，念真如体性。念是什么？念什么？念真如体性。这个念就是正念，就是正念。正念念什么？正念念的就是真如体性啊。所以这个正念，
这是什么级别的正念啊？这是最高级别的正念。最高级别的正念，念呢就是真如体性，念呢就是空性，以空性。那么这个正念跟真如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？它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啊？啊，这个正念跟真如啊，它并不是两个东西的。所以下面要说明这个正念，这个正念是什么？其实这里所说的正念，念是什么啊？这里的念就是般若智慧啦，就是般若智慧啦。这个般若智慧，当他说他是正念的时候，这个念绝不是我们这个意识层面的这种念头的念的。那么接下来说的是真如跟念的关系，也就是真如跟般若跟般若智慧的关系。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就是念，念的体，念的体就是般若智慧的体。念即是真如之用。那么这个念，这个正念呢，就是真如所产生的用。所以般若智慧跟真如的关系啊，它是一个体用的关系，是一个体用的关系。真如般若智慧是真如所产生的作用。然后这个般若智慧啊，它同时呢又能够这个智慧，能够帮助我们去体认真如。那真如般若智慧体认真如的时候，那智跟性啊就合一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东西，不是靠合一，不是两个东西合成一个东西。如果两个东西合成一个东西，如果它本来就是两个东西，是不可能合成一个东西的。合成一个东西，其实还是两个东西。所以智跟如，所以在作用上来说有体有用，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呢它还是一个东西。真如自性体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说这个真如自性就是觉悟的自体啊，真如的这个自体啊，起念真如升起这种正念，升起这种正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，不是这个眼耳鼻舌，不是它不是眼耳鼻舌的，这个识的作用，而是这个真如，这个真如智慧，直接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。那么这种作用呢，就是没有经过无明烦恼。我们平常的人，我们的生命也没有离开这种佛性，也没有离开觉悟的自体。但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我们有烦恼，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啊，事实上都是无明烦恼在作用。当然无明烦恼的它的原始的作用其实还是真如，它原始作用还是这个真如。但是真如被无明烦恼给扭曲了之后，所产生的一种作用就是一种妄用，不是正用，不是一种正用。那么只有见性的人，他才能够正用。我们凡夫呢，都是一种妄用，都是一种迷惑的用，
幻用、扭曲的作用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灭。什么意思呢？真如有性，因为真如具有觉性，真如中隐含着这种觉悟的作用，隐含着一种能动的作用。真如里面隐含着一种自觉的作用，自觉能动的作用，所以说真如能够起灭，能够，所以真如啊，能生万法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自信为什么能生万法呢？就是因为它具有能动的作用，所以这是宇宙的一种原始的，最原始的一种能动性。因为宇宙中有这样的一种原始的能动性啊，所以这个宇宙才是活的。如果这个宇宙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原始的能动性啊，那么我们这个宇宙将会是一个死的宇宙。所以这个六祖他悟到了，何其自信，这个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啊，能生万法。真如若无，眼耳鼻舌身色三十俱坏。如果真如呢没有这种能动性的作用啊，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那么都会这个失去这个生命啊，失去生命啊。善知识，真如自性起灭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有时候又进一步告诉我们，这个真从直接从这个真如的觉性里边产生念，那么表现在六根上有见闻觉知的作用。那么这种作用呢，不染万境，因为从直接从觉性产生的见闻觉知的作用。那么这种见闻觉知的作用呢，它是使我们不会被万境所染污，不会被那这个万境所染污。但我们平常的人，我们每天也是在见闻觉知啊，但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是不是菩提自性的作用呢？我们的见闻觉知是不是菩提自性的作用啊？我们的见闻觉知，如果准确的说，应该说我们的见闻觉知不是觉性的作用，但没有离开觉性。我们的见闻觉知不是觉性菩提自性的作用，但没有离开菩提自性。所以有一个禅师有一首相关的句，想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是这个见闻觉知，但又不是这个见闻觉知。为什么是这个见闻觉知又不是这个见闻觉知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啊，都是一种迷惑的作用。但迷惑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它的原始的基础是什么呢？还是菩提自性，还是菩提自性。就是所以这个事情啊有点复杂啊，是啊还是不是啊。那如果我们的见闻觉知没有陷入到无明状态的时候，没有陷入到迷惑状态的时候，那就是觉性的作用。如果我们的见闻觉知陷入到这个迷惑状态的时候，那就不是觉性的作用。虽然不是觉性的作用，但也没有离开觉性。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这个真性啊，是常自在。当你能够不染万境的时候，
那么这个菩提自性啊，它就能够自在的这个作用。故经云：能上分别诸法相，以其意而不动。所以佛经里边说，能够上分别，佛菩萨呢，能够这个上一切分别一切法相，能够妙用无方。但是呢，他同时又能够保持如如不动，以第一而不动。第一就是在这个空性，在这个觉性上，其实他还是如如不动的。虽然如如不动，但是他又能够应用无方。